创金门蔡依瑜最上香的奥运会也来成立。蔡依瑜表示，四年前伊赢对手600多票，即届有信心的赢更加多。同时，管理长官也强调，兴建太阳馆二馆需要蔡依瑜在中央争取其胜。担任奥运会会长的刘景祥更喊出，最上大团结，最上香要开出70%的得票率。最上乡是嘉义县第二大票仓，蔡英文、蔡依瑜最上奥运会21号上午成立，当地两位政治明星刘景祥和林湘婷全力互选。这位十六，咱要对咱最上这区田，这地瓦要甲引水，要让大田要来好收成，咱就是爱有蔡依瑜这条嘉南大船，甲咱通去站门水库。就是最上乡有北回归线经过，在山路边的太阳馆是最上乡同大的地标，是带动地方发展和提升科学教育重要的场所。未来将兴建太阳馆二馆和开辟外溪洲土地，成为多功能运动公园。这回咱的北回太阳馆哦，嘉义县政府啦，超认真规划这个第二北回馆太阳馆哦，咱拢总哈有预算偏了8000万。8000万要起这个第二太阳馆，啊，咱的土地啊，甲中油加矿务局嘛，拢甲伊拨用吼，甲租用好势啊吼，啊，再来未来，都有一个范围员啊啦，甲做天桥，甲第一馆加第二馆甲连起来吼，所以咱需要一个吼，真正有心为咱最上乡的立法委员啊。蔡依瑜和刘景祥是将两大政见打在北回归线顶面，并将世界地球推向地卡观众，期待唔能和水上变上水，也要转动水上，翻转水上。未来咱也会使甲中央，也会使连做一线，咱希望讲摕得较侪资源吼，来改变水上，包括讲咱即摆北回太阳馆，咱要来建立二馆，未来一馆甲二馆中，哎一个天桥出来，包括讲咱即个铁路的一个高架化，啊即个焚化炉周边吼，啊即个殡葬园区，啊瓦溪洲遮，咱来规划一个运动公园，啊把过去不好的东西，咱未来吼来变成讲水上进步的一个原动力，所以咱伫水上，咱就是诉求讲，只要未来中央啊甲地方吼，安尼共同的连做一线，共同来到。最上的明仔也无同款。蔡依瑜强调，四年前最上乡无受到国民党资源投入影响，伊赢对手600多票。蔡依瑜表示，这回选举有信心赢愈多。最上乡奥运会会长刘景祥更喊出，要在最上乡拼开超过70%的得票率。新闻柯耀宏最上乡采访报道。